这位爷，我们几个常年在这里扯皮吹牛的，是啊，可从来没像您这么吹的没边儿的。你是别动队的啊？您要是别动队啊，那还不得让鬼子三把两把捏巴死？不是，你们笑什么呀？你们人多嘴杂，走了走了。不是他们笑话我，你还不管？你也跟着笑我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不是他们笑我，你还不管？哎，二位别忙着走啊，别动队的事儿我还想听听。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这位爷，您自当是笑话啊。不嘛，说了再走。不是你松手啊！我这烦着呢，你又喝疼疼疼！哎，哥几个，你热闹啊！哎，江三军，夏世杰，夏世杰，贾腾。说死你！哎，等我呀！
想怎么样？如果不想他死的话，枪放下，放枪。